他妈给你带什么来了？都是你愿意吃的煎鱼烙饼。哎呦妈，好长时间没吃您这口了。我来。来吧，我来。趁热吃吧。哎，好好好。这么燥的一碗，行了，这都别吃了。不是妈，你干什么去？哎呀，我去给你收拾收拾呗。你看你燥的，天朝天晚朝地的。哎，不用妈，你。哎，我爹。丽米啊，后天过生日，你们两口子领着欣欣去吃顿饭，啊，完了呢，再给他买件衣服。妈，你这我上我那拿，我哪能花您的钱呢？你说。哎呀，叫你拿就拿着。不行，我不能花你的钱吧？我这你不管，我没事儿妈。妈就叫你们三个出去高兴高兴，啊？不是，别叫了，弄得妈怪累的。郭强啊，到现在也没个信儿。你说他要是好好的，有个正经工作，早点结婚，我和你爸呀，也就了了这个心思了。妈还能多帮帮你。妈，我是不用你担心。你放心，那个国强，我一定能找到。啊。还有那丽敏啊，欣欣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反正这些我都能处理。另外，我现在下的车间，这心里挺安定的。真的妈，我现在就可以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，我可以画我自己想画的画。挺好的吧，你放心啊，儿子一定为你妈妈争光。你看我这傻儿子，妈惹得你掉泪了。没有啊。行，妈呀，没要求你那么高，妈就寻思啊，你能平平稳稳、安安定定的过日子就行了。别那么没出息了，来，快吃吧，一会儿该凉了，你爸在家等着我呢啊。我没事妈，我就看你这吃我高兴了。你快吃吧。可以啊，你这来了，就是来了，就是在农历年啊，往上搞，动静很大。行，我也这么想了。好，不要。哎，国立来了。哎哎，对啊，爸，来，哎呀，你提的是什么呀？臭烘烘的，快，送到厨房去。没味儿啊！不是显得我一个人挑的都是活的。哎，丽敏，我干点什么呀？不用了。啊，对了，那个今天你过生日，我又花300块钱又给你买了件衣服，回家你试试。哟，投资挺大嘛。我们谁也不来。刘总，李副长，哎，咱们可是很长时间没见了啊，挺好吧？小妹，哎，爸，我爸和姐呢？在里屋呢。行，欣欣给小姨子。爸，快！今天呢，我又给您带了2斤大红袍。哎呦，好啊！这大红袍就是好，哎，今儿咱们喝的呀，就是你上次带来那个大红袍啊。哎，最近呢，我来一些好朋友们，我就给他们表演茶道，他们呀，都对这条茶具呀，非常的欣赏啊，还都说是小巧玲珑的。我就说呀，这是我大姑爷给我买的，这大红袍茶叶呀，
是我小姑爷给我买的，他们都说呀、啊，我这老丈人有福气呀、啊。来，坐好，来来来来，来，郭丽啊，嗯，来，来啊，你好，谢谢。郭丽，嗯，你们单位机关调整，怎么没跟我打声招呼啊？毕竟干了那么多年，那怎么一脚就踏到车间去当车工了？你们一个副总啊，前几天跟我吃了好多次饭，老朋友老熟人，你要跟我说一声，你不至于去车间呢？怎么了，二姐夫？你这还没腐败呢，这部长就不干了？来，文清。英明又来了。白丽明。晚上带孩子回家吧。丽丽，拿个盘子过来。啊、哦。来吧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你吃你吃。爸，哎，好。丽斌啊，小姨夫这工程一完，你要是考进重点班，小姨夫我呀就送你。我能做主吗？能啊，2万块。谢谢小姨夫，祝您万事如意，发大财。哎，还有欣欣啊，你在这个普通学校啊太委屈了，你期末要是考个双百分，小姨夫我呀也送你2万块啊。还有我呀也把你呀送进这个贵族学校，跟你哥哥还有你妹妹呀一样啊，这年头啊亏谁都不能亏孩子啊，是吧？好不好啊？嗯，祝小姨夫每个工程都发大财，祝小姨夫处处商机，万事兴隆，招财进宝，财源滚滚。我还祝我小姨夫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哎呦，大嘴甜呀！谢谢。这今天是你妈妈过生日，你留点祝福的话给你妈妈啊。我小姨夫发大财了，我就跟着沾光，我就能进贵族学校了，我也就有好看的课外教材书了。我还要祝我小姨夫。你还要祝什么呀？你祝啊！李国立，李国立，你跟孩子瞪什么眼睛啊？孩子说的没错啊，你要有本事啊，你也给两个孩子每人2万块钱啊。欣欣，你是说你啊，小有年纪学会趋炎附势、溜须拍马了是不是？你一个大男人的，怎么就只会跟老婆孩子较劲呢？你有本事，你给我当个部长，当个工会主席的，干嘛还要站车窗钻眼啊？欣欣，董事长，干什么呀你？爸，您是长辈，我尊敬您。但您在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，我实在是不敢苟同。我更不希望欣欣在你的熏陶下这么成长。欣欣，跟我回家。你没完了你啊！你非得欣欣跟你一样窝窝囊囊的，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撒尿的才行。丽敏，志不同道不合，不相为谋。你可以不认同我的生存哲学，但请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，我也是有尊严的。不相为谋，李国立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啊，就你那样的，还跟我讲什么人生哲学？算了吧你。好，来消消气。好，消消气。行，来来，坐下吃吧。行，那么赶紧坐下吃饭吧。你干嘛呀？哎，这丽丽生日，这蛋糕还没切呢。嗨，行了，别让他搅了咱们。来，我敬您一杯。来，大姐夫，来。
反正这协议归协议，这欣欣毕竟也是我的孩子，那虽然你们家看不起我，不要我的这抚养费，但该给我还是得给。有空我也会去学校看看欣欣。我呢，反正就是求你件事儿，就是咱们离婚这事儿啊，你先别跟我家里人说，尤其是别让父母知道。我们家那情况你也清楚，我不想让父母。 在我太那什么了，李敏，祝你好运。